三十里左右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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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电话里面，谢谢。我有听说你讲话的这个速度稍微偏慢一点，所以我就用小哥费力气的方式来转位。好，现在我的现场的同学们，这个大声招呼一下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叫陈晨。刚刚这个歌曲是收录在你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，这个歌曲的名称跟大家也介绍一下。对，这个听歌的过程很适合在这种冬天的时候听，因为之前呢我也是在车子上播放这首歌曲，突然间就看不到前面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这算是个好消息，自己累积的作品然后顺利的发行这张专辑《启程前》。对，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你自己的一个故事。启程前，其实我会开始进入演艺圈，是没有预料到的事情。哦，原本没有预期，就是单纯在做歌吗？之前对，之前就单纯在写歌唱歌，是，然后有个机会演唱片子，非常新鲜，可是也很恐怖。很恐怖？怎么说？怎么个恐怖？因为没有准备好，然后没有准备好，就是有点像你刚刚去环岛，你也不知道会发生。哦，所以你就觉得这一趟这个旅程就是很多未知的事情，让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害怕。对，很刺激。到目前为止，有没有什么真的遇到，就是现场表演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吗？其实，比方说主持人吓你，啪，这样，有吗？有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这次就是啊，刚刚我个人恶作剧啊，不好意思，还好还好。你之前刚刚说第一次看我本人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之前看过我的影片。我看过的影片，看过哪一些？千万不要看这种不良的影片。很好笑的，很好笑的。好，今天呢就是要让你好好的来唱歌，不要害怕，因为同学们就是也是很喜欢你的声音，所以说你就勇敢的那诠释所有你自己的作品，不要担心太多。OK， 好，就把接下来唱什么歌呢？接下来就是走吧。走吧，走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欢迎在一起。